国女团 Secret 队长全孝欣靠着丰满的上围，在美腿如云的韩国演艺圈杀出一条血路，是有名的童颜巨乳。不论是穿着贴身的上衣展现玲珑有致的曲线，还是在热舞时胸部随着节奏剧烈晃动，都很难将视线从她的迷迷上移开。虽然被酸是用胸部唱歌，但小胸想学还学不来的抖奶舞可是孝欣的金字招牌。不同于其他女团清纯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，全孝欣穿着暗示性十足的女仆装出演19件节目。更过分的是，她还不断弯腰擦拭桌子，乳蛋几乎就要飞出荧光幕。现在官方网站释出最新的剧照，全孝欣穿着白色透视衬衫内搭小背心，除了照惯例放送惊人的胸器之外，那项链就这么刚好卡在她深深的事业线里。不少男网友直呼太邪恶了，就快要控制不住脑中的思想，好想要伸出双手拿出那条项链。耶稣留学中心特别报道。